姐姐，听说你画画蛮漂亮的哦，你给我看一下。这两个，这个是你画的？哦，就是这个嘴有点那个，有点哪个？有点远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安琪拉。不懂。然后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哪个？还有这个。这个也是你画的？啊。用什么画的？用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彩色笔啊，丙烯马克笔，然后呢这个，还有这个眼睛，还有这个没有画完。这个也是你画的？这个没有画。你是怎么画的？你是参考那个图啊？就是我看人家的那个画，然后就照它上面的画样。有这个嘞？弄个，然后画一个这个。这个也是你画的？这个。是啊，蛮漂亮的哦，有点天赋哦。那你等一下，你用这个画这个给我看，好不好？现场画不？画颜料吧。这个有多少种颜色？有42种。好，你用这个颜色啊，弟弟。这个是你自己学的吗？还是有我一点那个艺术？就是我看这个，然后我跟你讲。你想去画画那种补习班吗？不是，自己学。但是我们学校，就是我们学校它的那个课后服务，在校本科，那个校本课，就是课后，如果你们交钱。在课后的话，然后星期五就可以去校本科那里学。我就是在老师那里有好多项目，然后我就选画画。意思说你现在在学校学了吗？没有去，我就是鼓号队的，然后我们学完鼓才可以去。听说你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升红旗那个？给他升红旗做什么？就是在下面打鼓。这样。可以吧，你这个。我现在要画叶子。有点感觉了我姐姐。就算下雨不来，我们都要拍照。来了。看一下，拿起来。转过这边来。可以啊，这样看上去蛮漂亮的，是不是？有蓝天，有白云，是吧？有草，有花。等一下拿去给你妈妈看一下。妈妈，放满心了，多少蛋啊？一斤香，就这一个啊。那个干嘛？你看我看过，还会画什么？然后那我再给你看一个，就是。你看你姐姐整天就是在画画，她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你一天就是奥动漫跟改地，那她觉得不能提的人家。你感觉她画她画的怎么样？你看吗？是吧，就是远处的话就感觉有点那种感觉，是吧？你呢，你以后你要画什么？画手机。画手机。这里我画了一个大海，没有鸟啊，你画几个黑色的鸟在上面啊。那我画下去。哪里？画几个鸟上去。我画下去。给不给我吃？你画下去啊，你会画不？画得漂漂亮的不？你会画个屁哦。就是这个
姐姐还会画。还会画什么？画个动漫的路看一下。我会画海马烟。海马烟啊？什么？海马烟。海马烟。海马烟啊，跟你妈妈一样的小鸡窝，画一个，这两个像。呀，两个一个、啊，叫叫叫啊！给我吃一点吗？叫我，是啊，叫我看一下，可以装酒吗？啊，不可以装酒，那以后喝酒厉害没？厉害啊，跟爸爸一样嘛。那晚上我画一个动漫人物。好，跟你比赛画画。我画一个柯南。柯南呢、啊？哦，柯南。但是没有那个没有纸了怎么办？没有纸了。等一下你我就知道我的小龙来了，不然他吗？